他们都是苗族音乐人，因为音乐走出大山，又因为音乐走回大山，来挖掘藏在深山里的音符。我来来哪些哦？挖挖酒。啊酒啊。啊。买一下酒，买酒酒。买多。酒酒酒。好。我这个乐器叫猫房，把这个鼓子放在里面，它会有一种节奏的声音。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苗族音乐，他们将苗族音乐和现代音乐进行了融合，不断去探索，建立苗族的新音乐体系。那我们几个研究一下，这次就是严老师要到贵州来，要特别去跟严老师见面，然后做一个交流，这是对我们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这个严老师是在咱们国内这个声乐界应该是这个正统音乐的顶尖的老师，我们准备唱哪首？你们觉得唱哪首？当然用我们自己的歌了嘛，啊，还有我们自己的乐器，嗯，都是我们自己自创的。我觉得苗岭林就不错、啊。你当歌手，你得看哪个歌适合。我觉得苗岭瑶不错啊。苗岭瑶呢，我觉得挺合适的，因为我写这个歌已经很多年了，在贵州流行，各个山站都在唱。还有一个我你们不太了解，就是苗岭瑶。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代课，我知道有几个声乐老师拿这个咱们这个苗岭瑶去作为声乐的教材，因为它很符合严老师来贵州这一趟行程的一个目的、有山有水。那贵州本来就只有山和水嘛，这还有美女吧。来到贵州这段时间，我听到了苗族的古歌、飞歌、琴歌，非常动听，非常原生态。但是因为语言不通，大部分我都是听不懂大意的。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少数民族的好音乐、好声音，如何能够传播开，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人喜欢。之前对金族乐队没有了解，这几天在苗寨我也听不少年轻人给我推荐，他们在贵州应该是有一定的名气了。在生活中吸取灵感，从音乐创作、乐器制作中回到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些乐器的制作也包含了许多的奇思妙想，运用这些奇思妙想，把生活中很多美好的声音提炼了出来，又加入苗族的音乐元素编曲演奏，很了不起。
非常和谐啊。我有个学生，他们在那个雷山，然后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杨老师，我有个大葫芦，你要不要？我说要啊。他拿过来的，他说很脏，我们家有一只猫爬到这个里面下崽，下了一窝崽。我说哎呦，我想起来这个脏，那就直接叫猫房就行了。他拿来他就开了一个口了，就这样，实际就这么打下来都像那个无毒蛊一样的呢。啊，这样摇了，它也是小胆，就是后来我们做这个乐队以后，就把它起名叫做猫房。对，然后这个杨永木先拿了这个棍子呢，叫五谷棒，都有点像，就是杀球的那个，是，对对对，有点像那个，哦，是把那个也是把那个米什么灌到里面，对对对，他们是现在强调的是把那个种子啊放到这里面保存的。是第二年还是种，所以受到那个启发，然后那个雷杰拿了这个叫盘雕，就是普通的竹子，普通竹子，就是三度音，就是发嗦拉，哦，就三个音，有三个音，一个有一个音。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状态，一种回归的状态，是创作的回归，也是心境的回归吧。